大家好，我是陈淑慧，欢迎到店来关心三月二十九号拜五的地方新闻。新闻开始，咱先来看今年全国原住民的运动大会，将要来伫明仔，也就是三十号，踮新北市来举行。本馆的代表队有三十多个人，今仔日是由馆长王乾华代表授旗，伊也希望因会当为朋友争取好成绩。现场的情形，带你来看卖。102年度全国原住民的运动会将要伫个即个月三十号，踮新北市来举行。本馆原住民的代表队三十多个人，今日是由馆长王乾华代表授旗，也希望因会当为朋友争取好成绩。每两年一届的全国原住民的运动大会，今年是伫个新北市举行。从来毋捌参加过的本馆，今年也组成了三十多个人代表本馆来参加比赛。啊，若是即届比赛内容有电竞、拔河以及舞蹈比赛，队伍要出发进前是伫个县政府前广场，三十多个人也将要比赛的舞蹈来表演，予县长以及各界来验收。县长王乾华授旗，并且是甲因鼓励，也希望因会当争取好成绩。来，谢谢。参加我们原住民的运动会啊，我们县内大概有373位的原住民朋友，很不容易。我们总共啊参加了36位选手啊，参加的项目就各位刚刚跳的舞蹈，还有拔河，听说还有个人的田径赛。对对，我想。各位这么卖力的表演，我个人看了都非常感动。今年度全国的原住民运动会将要来伫30号到4月1号举行，也希望代表本馆的原住民代表队会当为本馆争取好光荣。屏东电视台记者陈如报道。